你怎么了？他会像小朋友，你感觉好像导游，像小朋友一样。然后导游说：“啊，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”今天要怎样啊？你在喂的时候，我们手放低一点，他就不会离那么近了。他真的不知道自己饱了吗？他会要吃到很饱很饱，而且他会你把它剥一定要吞呢。你们看他速度很快，这都是母鹿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去找一下公鹿。但公鹿哦，速度是更快。